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第13题。体に悪いですから、タバコを方がいいですよ。因为对身体不好，香烟最好要戒掉。一、やめた。二、やめる。三、やめない。四、やめ。好，我们看正确答案为。一、やめた。体に悪いですから、タバコをやめた方がいいですよ。好，这边我们看到的句型是方がいいです。那方がいいです的前面是接他形，动词的他形加方がいい是表建议，最好要做什么事情。那如果是建议不要做的时候，我们前面的动词就用ないけ，所以变成ないけ加方がいい，就表示建议不要做。那么这边是建议你要戒掉这个香烟，所以变成タバコをやめた方がいいですよ。所以我们选项的部分要选择的是第一个的やめた，才是它的他形，第二个的やめる是它的自修け，第三个的やめない，那就变成不要戒了。好，那第四个的やめ是它的ます形的やめます。那我们要选择的是他形，所以第一个选项是正确的。好，我们再把题目看过一遍。体に悪いですから、タバコをやめた方がいいですよ。因为对身体不好，香烟最好要戒掉。体に悪いですから、タバコをやめた方がいいですよ。因为对身体不好，所以最好要戒烟。接下来我们看下面一题。第14题。約束の時間に、も、構いませんから、必ず切ってください。即使约定的时间迟了也没关系，请你务必要来。一、遅れる。二、遅れて。三、遅れて。四、遅れに。好，我们看正确答案为二、遅れて。約束の時間に遅れても構いませんから。必ず来てください。好，这边我们看到的是动词的他形加もいいです，表示可以。那么它的比较礼貌的话，是要把这个いいです变成構いません。所以是动词的他形加も構いません，表示没有关系。所以你即使迟了也没有关系。所以我们看选项的部分，要选的是动词的他形。那看一的话是遅れる，是它的自修け，它的原本的形态原型。第二个遅れて是它的他形，然后才可以加もいいです，或者是も構いません。所以这边讲遅れても構いません，迟到了也没关系的意思。好，第三个是遅れて，它是变成で。で的话呢，因为这是にグループ，是第二段动词，只有て，没有两点的で。好，第四个遅れに，那接法不对了。好，我们再把题目念过一遍。約束の時間に遅れても構いませんから、必ず来てください。即使约定的时间迟了也没关系，请你务必要来。約束の時間に遅れても構いません。必ず来てください。即使约定的时间迟了也没关系，请你务必要来。接下来请看下一题。